现场莅临的贵宾们、业界的前辈朋友们、培培老师的亲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白培培老师的音乐会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Z.D.今天会由我来为大家进行曲目解说，相信在场的朋友们都殷切期盼今天的节目，应该可以算是培培老师的回归舞台。前几年培培老师的人生中多了两个小宝贝，决定好好的陪小宝贝们长大，比较少接触他这样的管乐世界。现在宝贝们都开始上学了，借由今天的演出，培培老师要回归了。除了期待今天的精彩节目之外，也请多多关注培培老师之后的新计划。那在今天的回归舞台上，所有的演出者都是培培老师的好朋友，也另外邀请了一位朋友做独奏演出。原计划呢是由郑国兴老师担任独奏表演，但国兴老师临时被指派了任务，没办法参加今天的活动，所以今天的独奏曲目另外邀请了高柏聪老师来进行出演。高老师参与了很多知名的乐团，也是许多音乐班管乐团的指导老师，那我们也非常期待高老师今天的表演。开场说了这么多，节目要正式开始了。首先介绍第一首曲目 Rays of the Sun， 明亮的乐曲开头代表着日出东升，渐渐的铺陈，直到太阳全部看见，由高至低的旋律声线再转为升起的高潮，鼓励着世人，人生有高低起伏，当黎明来临时，好好把握璀璨的时光，大胆往前迈进，迎向光明。培培老师选择这首乐曲的演出，是想鼓励疫情后的大家正面思考迎向未来。虽然人生有许多不确定及未知的挑战，选择坚定自己的方向，迎向未来的挑战，请大家掌声来欢迎培培老师。
接下来第二首的曲目是《天空之城》小号协奏曲。《天空之城》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19世纪后期的蒸汽朋克虚构世界，讲述一位技工学徒少年和一位持有神秘矿石的少女相遇，用于政府军队、特务和海盗争相寻找传说中的天空之城拉古达的冒险故事。这次邀请到高柏聪老师来进行演奏，让我们跟着高老师的小号身临其境。
紧接着下一首曲目是《名侦探柯南》。《名侦探柯南》是日本漫画家金山刚昌笔下的推理漫画作品，描述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被黑暗组织灌下神秘药物后，导致自己缩小，之后试图调查该组织以及破获其他各种案件，找出让自己能够恢复原状解药的故事。此曲由大野克夫作曲，山下俊博编曲，以管乐团的形式诠释，用快节奏呈现紧张且扑朔迷离的剧情，主旋律耳熟能详，只要旋律出现，脑中应该就会有画面跳出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《名侦探柯南》。接下来下一首曲目是《木星》，曲目改编自霍尔斯特的《行星组曲》第四乐章《木星欢乐使者》。霍尔斯特在40岁的时候谱出他的人生代表作《行星组曲》，里面共有7首乐曲，每一首都代表着当时世人已知的行星，包括木星、金星、水星、木星、土星、
天王星及海王星。这次培培老师选择木星改编为 pop style 演奏，是想让大家听听看古典音乐加上爵士鼓擦出的火花。木星代表的是欢乐使者，是行星主曲中诠释出最辉煌的部分，它体现了宇宙的辽阔与未知的神秘。霍尔斯特原创的木星，该乐章也经常被拿出来独立演奏。全乐章内容多变而雄伟，有些部分十分相近，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将其分为数个篇章。当然也是培培老师在指挥管乐团的生涯中一再回味的经典乐章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木星。接下来这首曲目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曲目，《狮子王》。《狮子王》
26年前拍摄制成动画长片，曾为迪士尼创造了史上最高的动画片卖座纪录。其后改编为百老汇音乐剧上演，也大受欢迎。首演至今有22年，演出超过8400个场次，为百老汇第三长寿的剧码。这次凯凯老师选择《狮子王》演出，其目的是要说出新生命的诞生，对于全世界来说是多么神圣及重要的使命。不管以后是不是 AI 主导者的世界，生命的起源还是源自于生物演化论，这是需要审视的问题。故事从辛巴的诞生，在荣耀石上接受百兽的欢呼，迎接辛巴的到来。经历巴巴设下陷阱杀害木法沙，辛巴在外流浪，而后重返荣耀夺回王位。最后一幕及音乐的再现，百兽们再度来到荣耀石之下，为辛巴与娜娜所生的儿子欢呼，代表非洲草原上的万物将生生不息。让我们来欣赏《狮子王》。
Thank you.
的第一首曲目《爱的协奏曲》。雅各布·德·哈恩是荷兰作曲家，也是音乐教育家。这首《爱的协奏曲》是尼吉兰的行政首长韦托哈恩创作，庆祝地方的75周年纪念日。北北老师选择这首乐曲演奏，其目的是要传播音乐与教育爱的初衷，唤醒疫情后时期的爱与希望，也是期许自己能够勇往直前，朝目标迈进。全曲的和声变化丰富，乐曲多元风格，时而甜美，时而高贵，也可代表北北老师的百变风格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爱的协奏曲》。
接下来的曲目是七夕。酒井格老师是知名作曲家，根据七夕的习俗写下了这首乐曲。相传中国的牛郎织女故事传入日本后，被加上日本的弘基金女传说演变而来。也因为乞巧仪式传入日本后，七夕就成为了日本每年都会过的节日。而七夕的传说以及由来，在各地都有不同的故事。台湾也有一个相关的习俗，用五色线及黄铜针穿线，据说能够让女孩们变得心灵手巧。乐曲刚开始是三个小节的慢速度节奏，由低音铜管揭开序幕，速度加快后呈现流畅的旋律，中间转为慢速，由小号与长笛的对唱谱出充满爱的旋律线，也隐约代表两种乐器不同风格的对唱，像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情景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七夕。
Thank you.
接下来呢，就是表弟的最后一首曲目了，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？待会曲目结束要记得喊出暗号哦。今天呢，很感谢台上的老师团员们的友情站台，也要特别感谢宝贝爱气球的 Angel 姐姐，为我们布置了很漂亮的气球城堡，在厅口的部分以及舞台的布置，也很开心看到各位来欣赏今天的演出。那现在介绍最后一首曲目《不可能的任务》。伊森·坎特是《不可能任务》系列的主角，电影由汤姆·克鲁斯主演。乐曲以六四拍和五四拍作为乐团变换节奏的最大挑战，在管乐合奏练习及排练中是有难度上的挑战。当然，乐曲中的升降记号繁琐，对于演奏者来说也是困难重重。对培培老师来说，有勇气再度指挥管乐团，也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。请大家一起欣赏今天最后一首曲目，也期待下次再见。
想演吗？
笑>